谢谢。哎呦，不要再送礼物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还有人要转账，谢谢，谢谢。什么交易这是？二维码哈，稍等一下啊。嗯，别急，没到点呢。刚才这个节目叫《百家姓》，哎，是一个顶针续麻的这么一个节目。对，刘玄淼、张潘，对，二位给您说了一段相声有新人啊，相声有新人说的不错。是，但是呢，我在后台听的时候能感觉到，嗯、隐隐约约感觉到观众朋友们有些累了。是。啊，就有些疲惫了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从八点开始，现在已经十点半了。我承诺给大家，今天是跨年演出，我们一定会演到跨年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的这个情绪稍微的保持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啊、不要累了呢，就休息一下。哎，上个厕所呀，跳个舞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那都是翻场的时候，我们再说、嗯、好不好？这个节目是正经的一个节目，我们都是编排好的，按顺序来啊，别着急啊，按顺序来。谢谢大家，如果累了呢，就歇一会儿啊，情绪、哎、咱们稍微的保持一下。还有楼上的朋友，我刚才一看楼上全是朋友，谢谢。这是一层、哦、还有二层，还有三层，还有四层。四层呢？哇，天哪，谢谢。你着急有事忙你的啊！啊，看来有着急回家的 啊, 啊！哎，那两位走了，真走了是吗？上厕所，重庆话怎么说？上厕所，上厕所。嗯，谢谢。我娘。这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没听懂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我了，谁给我们翻译翻译？这什么意思？这是这撒尿啊？哦，撒尿啊！啊，我了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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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听着还挺好听啊。我知道这个重庆话跟成都话是有区别的，虽然都是四川话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听四川话、嗯、尤其是我有几个朋友，什么谢娜呀、杨迪，他们都是这儿的人，经常在私底下说这个四川话，我觉得特别好听，川普、啊、尤其是男生说四川话，我觉得特别的特别嗲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有个词儿啊，就、嗯、有个词儿，咱们那边都是哎呀真烦，都是这样，到四川、啊、好烦哦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有这个特别有意思。嗯，啊，那是成都，重庆怎么说？好好烦哦，是吧？烦得很。哦，还不一样，成都是好烦哦啊，这、嗯、这边是烦得很。我了，对那个。瞧出你水大来了啊！哎呀，是你那个你自己先说一会儿，我去尿一泡。你回来，说尿就尿，特别想尿一泡。留住啊！谢谢朋友们，特别开心啊！接下来，我就不想演那个节目了，我都。好，没见过尿，你们。那个。其实大家熟悉我的这个身份呢，一般都是什么电影明星啊？谁说了这话呢？还电影明星呢？电车压死那个叫什么相声演员呐？啊，这是什么国际巨星？这些个称呼我都国际我可没看出来啊，国际脸我看出来了。吴彦祖啊，其实这些称呼我都不在乎，无所谓。你不在乎你说的干嘛？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身份。还有什么身份？其实我是一名戏曲演员，真的。什么？戏曲演员？戏曲演员？对。啊，那就是唱戏的呗。对，戏曲明星。什么叫明星？我就纳着闷儿。您唱什么戏？我听听。嘿。河北梆子。
哦，河北梆子。对对对。哦，你知道我在哪个剧团吗？啊，你哪个剧团呢？山东枣庄。山东枣庄河北梆子豫剧团，我是主要演员，真的。您是不是让人骗了？没有啊。河北梆子跑山东枣庄唱去？怎么了？那都画着嗓子呢，都，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、哎，我就在那儿造就的我，那儿成就的我。哦、我后来学的相声，说了相声。哦。为什么敢说相声呢？因为说相声稍微得赚点钱，唱戏呢不赚钱。不赚钱。哦。哎，所以说改天孙老师咱们两个合作一回，唱一回河北梆子，好不好？约点约点到北京，约点咱们就可以合作。现在是重庆，约点你不要总扒拉我，好吧？谁扒拉你了？我俩我扒你得了。不是，您等会儿，不是约点，您唱河北梆子我还真不太相信，我就问问您啊。嗯，您唱河北梆子是唱哪工的？唱哪工？一看就不懂戏曲，唱戏不分公母，知道吗？哦，您是这么理解的，公母像话吗？就是您唱什么行当？什么行当？嗯，青衣。哦，就是那个，哦，那样是吧？女了女气的。哦，瞧着这个，瞧着这个。娘们唧唧。啊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形象，很形象啊。哦，您是唱青衣的。青衣。哦，您那说什么？哪天您要带着我唱唱？对，岳老师，您可能算是撞枪口的。怎么呢？跟您这么说啊，打小呢河北梆子我也学过。哎呀，没想到吧。我是是那个，咱们这么着吧，你也别、哎啊、你那个马褂，你等会儿，我不要了，我烧给你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也学过，我是正经，我是唱老生的。不是，你学他干什么？许你学不许我学呀、啊？啊，可以，我正经行当是老生，啊，豫剧呢？豫剧您了解吗？豫剧，怎么改豫剧了呀？不是河北梆子吗？行，就聊河北梆子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你是唱什么的？老生啊，老生。你看这个人没有文化，我怎么没有文化？怎么可以老生呢？虽然是开放了这个二胎，但是老生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不可以，那不，你媳妇受得了吗？你等会儿，我体格还行，听这意思。你媳妇是个变性人。哪个老生？你提他干嘛？你这是，你不是老生吗？不是，你怎么虚生？对，需要的时候再生，对不对？我还有节制，你看，不是胡生，胡生也不行啊，胡生乱生，一窝一窝的生。我跟你聊不明，你一窝一窝的，你怎么不明白？这怎么又怀孕了？谁又？什么话？您就是我怎么？我是对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哎，这个我就明白了。我是青衣，是女了女气的。哎，你来演那个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好好。哎，你大哥请坐下，你挡着后面的观众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好好。协管也干过呀，都什么都管呀，这玩意儿都可以。不不不，你也甭哪天了。嗯，您要是正经科班，您学过这个，今儿咱俩这来一出怎么样？在这儿来一回，来一回。我两什么？我不行，我想尿尿了，我都。吓尿了，啊！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来一出不行吗？你这也没有什么锣鼓场面，也没有帘儿，这怎么唱啊？您等会儿，我没明白，锣鼓场面我这，您就是乐队哈，嗯，乐队没有，咱用嘴学就行，因为咱都清唱嘛。对啊，我上场您打家伙，您上场我打家伙啊。您要帘儿干嘛？帘儿唱戏吗？对不对？你一帘儿一拉开，哎，就可以唱了。帘儿吗？帘儿拉开，干嘛非得要帘儿？没，哦，大幕，对，大幕。有大幕吗？没有，不用大幕。相声舞台有什么大幕？我也没有这个戏服啊。哎呀，您就真啰嗦，你说这没有戏服就不穿就完了吗？不穿了太好了。对，打刚才我就觉得热。哎哎，没挑戏呢。哎哎哎，您这是什么职业特点？手真快啊！抓紧时间，等着分。加钱是不是？好嘞！哎呦，不是，人家都加钱了。好，不到十秒钟，俩扣都开了。你着急翻台是怎么着你？这还有翻台？干嘛呢？这谁说不穿衣裳了？你说的不穿了？不穿这个行头戏衣，就穿大褂素身唱。
行吗？啊、行行行行行。因为您是青衣，我是老生，咱还得挑出戏，嗯，得挑一个就是个这个男女老生这个戏。行行吧，行，因为我会的少，您是科班是不是？啊啊，我挑我会的来。行行吧，你挑戏，我挑戏，因为我会的太多了。那是那是那是，我会一万多出了，对不对？一万多出。对啊。您都会什么？我听听。嘿，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你听过吗？传统戏。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，听过吗？您这俩是一出戏啊。梁山伯与伏地魔，听过吗？哎呦，行了，还与时俱进了，你看看，还伏地魔了，还梁山伯与伏地魔。我来不了这个，我来不了、这个、梁山伯骑了扫帚、哎、行了行了行了，这扫不行，我听着。行行行，这么着，我挑戏啊，我挑我会的来，行吧？你挑。咱们河北梆子戏，我想有什么，咱来一出白蛇传怎么样？白蛇传，嗯，真会挑戏，好吗？白蛇传 好，谢谢谢谢，爱听这个。那咱区分一下，好，我是青衣，嗯，我来白蛇，好，你来传，我来，好不好？贪吃蛇，好不好？你等会儿没听说过，你来白蛇，我拿我当陀螺了是怎么的？我来转。那没有您那，我来白蛇白娘子。对，我来许仙。许仙啊，刚才你说了，嗯，胡生。对啊，老生。许仙没有胡子，许仙是小生。哦哦，对对，忘了。来我来。法海，好，我来白娘子，你来法海，你追我好不好？我追你干嘛？我说你耍流氓，你这诬告。没有没有，我来不了。法海是属于花脸了，其实法海是。嗯嗯。这么着吧，咱这出戏都 pass 了啊。嗯。咱们来一出这个秦香莲。秦香莲。秦香莲。这。不会。不会，你乐什么？你真行。就为了掩饰尴尬。这。这么着吧，哎，这位先生，我会的不多啊。啊。再说一出，会就唱，不会鞠躬下台。好，这好。嗯。咱来一出风和湾。什么戏？风和湾。风和湾。对，鞠躬下台。鞠躬，哎，您过来，下台讲话吗？风和湾您不会啊？哦，您说的是风和湾呐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听错了。您听成了？我听成风和湾了。您听成风和湾？其实您说的是风和湾，我以为是风和湾呢，原来是风和湾。要不还老为着忙活得了，我这不是风和湾呀？是会不会唱就完了？可以。会唱哈，风和湾。完了，咱还得敲这个戏胡唱。嗯，就中间有这么一折叫闹窑。闹窑。对，就两个人物，很简单。什么窑？一个哎，破瓦寒窑啊。破瓦寒窑。嗯，行行吧。行。完了，就两个人物，很简单。谁？一个薛仁贵，一个柳银环。我来谁？您来柳银环呀、啊。你来谁？我来薛仁贵。咱们两个什么关系？夫妻两口子。夫妻两口子。哎，是。我告诉你，姓孙的。怎么着？就台上这么一会儿。干嘛啊、演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，你要上我屋敲门跟我过日子我可不愿意。我上你屋敲门的目的就是活埋了你，干嘛憋着跟我过日子呢？是的，因为我生不了孩子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长得脸面相都不对是吗？啊，咱就戏台上这一会儿行吗？好，完了咱搬一下桌子，分出就表演区域来。分出表演区域。哎，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为后台，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。可以，行吗？来来来，完了那个就是您学位，您像个女的怎么样？我这不像个女的吗？不太像。我捯饬一下。您捯饬捯饬。稍等一下。哎，您化个妆。我去拿一个道具。我还有道具。你看，跟这个专业的演员没有搭帮唱过戏。嚯，这专业的演员可能都有自己带着什么戏衣都。好家伙，一出溜一出溜的，看。哦，您这是什么道具啊？这是。哦。好看啊、嗯，削了一半的土豆，这是啊。听不清。哎、对，半耳朵露出来，对。哎呦呵，好这个脸，正好。啊，您这就代表是柳银环女的了。柳银环，好，咱搬一下桌子行吗？好，来，哎，就搁这儿行了啊。完了呢，我还得搬把椅子。谁去搬？我去搬，有场面小座。我去搬吧，老师。孙老师，我去搬椅子吧。孙老师，您这么大身子不合适。哎呀，跑得还挺快，还挺溜走。老师，我去搬吧。
我去搬椅子，老师，好不好？我去搬椅子好吗，老师？完了，搬呢，光动嘴了。别冲我吼！怎么了？我是你娘们儿。不提这个怎么都行啊！行了，咱归后再开始唱。这就开始唱了啊！您唱唱，我打家伙，我唱唱您打家伙啊！咱开始。您叫，您叫。叫啊！我说得有帘儿吧？我让你叫什么呢？我让你，你让我叫啊！我没有帘儿，我叫不出来啊！你要叫我就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你让我叫，叫什么呀？叫板！哦，这就开始唱了，唱了，明白了，叫板。板就是叫板啊，你让我叫板的呀，叫板起唱，板起唱，对对对对，板起唱讲话，板起唱，什么没有，就这么一句词儿啊，这一句还有词儿呢，丁山儿该来了，老词儿啊，老词儿啊，哦，从这儿开始唱，从这儿唱啊，明白了，您叫板啊。你是不是死的冤啊？你死的冤，干嘛呢？干喊呢？那怎么着呢？您得有韵呢。有什么？有韵。我有不了韵。你有不了，你有不了，你有不了。今天没我的指标。就行了，行行。你也没那设备，知道吗？戏韵。这句得唱出来，戏韵什么韵？丁山儿哦该来了，你得唱出来啊，就这么简单一句啊，就这也叫好？您来您来您 来，见过直溜黄瓜吗？你对，这是窝粉。丁山儿哦该，丁山你疯了？我怎么什么疯了？我长这么好看，这么直命，你拿这个东西挡着我干什么？不是您明不明白呀、啊？这句是闷帘刀板。什么叫闷帘刀板？您在台帘后边唱的，还没出来呢。我说有帘吧？这不是，这好比是台帘挡着点儿。哦，这就是门帘子。这叫门帘子。你说清楚了啊？哎，对，门帘子。我以为你要挡着我，旷世美颜呢，我以为。我想吐，有点丁山儿哦该，丁山儿哦，丁山儿哦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咋扒着我脑袋干嘛？本身我就是谢顶，你玩命扒着我脑袋，你讲理不讲理？谁不讲理啊？我问你，怎么了？这是什么门帘啊？我扶点门框。我丁山，没有扶门框，唱你的就完了。不让扶门框，不让扶，那么多事儿，你行。丁山儿哦该来了，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咚。隆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咚，丁山儿哦该来了，抬抬抬的令抬令令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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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咚里个隆的隆咚里个隆的。
动。咚！你跑什么跑？前面有套狗的呀！啊？为什么谢我？你干嘛这跑什么跑啊？你到这儿有四句唱，你唱啊！哦，该我唱了。废话，有四句唱呢。我还有四句词呢。不出来就完了，是怎么着？什么词儿？不是您会不会啊？我忘却了。你这能忘啊？你没专业，时间太长了。我提醒啊，头一句，我爹儿分河湾前去打雁。现背啊，这是第一句啊。对，据我所知啊，还有第二句。废话嘛，天到了这般时分，不见回还。第三句，响声来至在窑门以外。第四句，等我爹儿回来，好把饭餐。餐是就是吃。吃餐一样，好好好，真行，费了劲呢。听山儿哦，该来了。抬抬抬的顶抬顶顶抬，咚里边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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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咚隆咚里边隆，咚隆咚里边隆的咚。我的儿分河湾，声太老了。前去打雁，天到了这半时不见回还。将生儿我坐之在窑了门那一里外，外边冷，冷，冷也坐外边。依你窑了门那一外，里根冷。餐，你说吃餐一样的，那也得餐。依你餐吃西餐，还吃西餐呢？还打家伙，麻来！里个冷，当里个冷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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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薛仁，里个冷，当里个冷，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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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。薛仁。薛仁，你为什么不断的歇我？废话，我歇死你就完了。让不让人夸？您这弦儿没了是怎么着啊？啊，这弦儿怎么了？您怎么不明白呢？我这一张嘴，您就别拉了。那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呀，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呀。不是，我正拉着呢，你行了，你张什么嘴呀？不是，我这一张嘴唱您就别拉弦儿了。再说我是打手势了。什么手势？我让您打住。这是打住啊？打住。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哎，对，你好不了了。你妈来当里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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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薛仁贵做事太短那剑，雕翎箭射万通，是命人黄了泉。哎呀，他的父相儿难得要见，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，正催马来用木挖看，箭一打扫左右我前，摔等立案下了马。见了大嫂李亚当啊，谢恩！哎呦，我得死在弦儿上，我得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！讨厌！我怎么了？我就讨厌。啊，大嫂，请来。见哪里？讨厌！我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啊，大嫂，请来见哪里？
好做派啊，还搭理个人可怎么了你啊，你要干嘛你？你谢我三次了，我本来头发就少。我头发多呀，真是的，没没了干嘛呢？讨厌他，我怎么那么讨厌我？那怎么着呢、啊？我这给您见礼呢。您得说词儿啊。我什么词儿？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者为何？还是老词儿，告诉你老词儿了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啊。啊，换礼了，换礼了。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为何你？我迷路了吧我？啊，大嫂，敢问此地什么所在？重庆市。重庆啊！重庆戏词儿，你问是不是重庆？不是戏词儿，我的词儿不粗啊。粗戏呀、啊？啊，戏里边的词儿是龙门郡。龙门郡啊，瓷庄呢？大理堂。大理。这老艺术家，大王庄，大王庄啊，大王庄大厅一人不知，大嫂可曾知晓啊？啊，有名的不知，无名的不晓啊。提起此人，大大的有名，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家呢？刘员外之女，薛仁贵之妻，刘世银呐，你问那刘世银唤么？真是。来了，老弟。就去你的吧。